っと見てみます。古いわね、これね、ボロボロね、紙の様子が。よいしょよいしょよいしょ。これね、あら、これ昔のアジア開会の時のものが出てきましたね。これスクラップ、うち、ん、で作った大包丁、いや貼り付けたのね。そうで、行く前にきっと謙虚に採点参加、第一回アジア大会を目指して、これは山梨県から細田守や飯村吉野の4選手が、ね、この方たちが募金して送ってくださって、アジア大会に無事に行けたっていうことよね。服装を整えてくれた、服装を整えてね、いろんなものを買ってくださったりしたんでしょ。96岁的范氏方南，从青年时代起就有收集体育新闻简报的爱好。这些简报的最早日期是从1950年开始的。这一年，范氏方南赢得了第34届日本田径锦标赛三级跳远冠军，并因此获得一年后前往新德里参加第一届亚运会的机会。午後3時、花屋に向かう。途中、昼間、ヒマラヤは山脈が見える。大変美しい。ニューデリー着、11時35分。アスファルトの道路は6メートルから10メートルぐらいの。その両側は並木で日陰あり。周囲は痩せた土で石がゴロゴロ。土を頭に乗せ素足で歩く土工の姿などを見る。首都ニューデリー、レンガ造りのナショナルスタジアム。充满异域风情的热带国度，目之所及的各种简陋体育设施，是印度给范氏方南留下的最初印象。艾亚昌德国家体育场，今天印度曲棍球国家队的专用训练场，修建于1933年。第一次被人们认识是作为1951年新德里第一届亚运会的主场馆。1949年，印度争取到了在首都新德里举办第一届亚运会的机会。这个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南亚大国，希望借亚运会向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国家形象，却低估了将要面临的困难。The major difficulties, as you know, were of finances. Who would finance the game? Another difficulty was the renovation of the facilities, whether it was in terms of the logistics, or it was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or it was in terms of training. So it took some time. These countries were not particularly developed. Most of them had been ravaged by colonial rule. The initial idea was to have an Asian Games in 1950, but for various reasons, particularly because India did not have the infrastructure, the Asian Games was shifted to 1951. So it was a small affair.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n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sporting disciplines, but it did garner a lot of enthusiasm in India. These ambassadors of sport, some 500 strong, are from Afghanistan, Burma. 1951年3月4日，姗姗来迟的第一届亚运会在戴亚昌德国家体育场开幕。11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在二战后首次欢聚。489名运动员，
投入了田径、游泳、排球等六大竞赛项目的角逐。闭幕式当天，也是三级跳远的决赛日。日本运动员范世芳男战胜了来自印度、新加坡等国的近十名选手，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一枚金牌。这也是他第一次和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同台切磋。Sports を通じて得た私の大切にしている思い。人が二人よればそこに思いやりが生まれる。人という漢字がそれを表しています。スポーツマンが二人集まればフェアプレーが生まれる。アジア大会の掲げたエヴァ・オンワード、限りでなき前進、いついつまでも前進は96歳になった今も私の。张兆曾是一名摄影师，也是一位地道的北京人。1990年亚运会开幕前，北京城和北京人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张兆曾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瞬间。亚运向我们走来，在居委会大妈带着执行红箍，完了拿着那个亚运会的特刊，在那儿看。我在前面，我突然间看到这个女孩子后边挂的横幅，亚运赞助彩券，还有就是可口可乐，你知道？因为亚运会我才知道。哦，体育还有赞助商，啊，以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1984年，北京获得了承办第11届亚运会的资格。这是继1974年中国首次参加德黑兰亚运会后，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在世界眼中，当时的中国是落后、保守和缺乏活力的。为了打破这一固有印象，所有中国人都积极投入到了北京亚运会的筹备之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81岁的马国新是一名资深建筑师，他和他所在单位当时负责设计北京亚运会的比赛场馆。这个就是原来我们的老城墙二环路，这个就是从这个钟楼鼓楼延长过来，这个中轴线把中轴线这条路打通了。用地呢是在这个三环和四环之间，等于是北京在整个的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东北方向做了很大的扩展。为了确保亚运会顺利召开，从1986年开始，北京亚运工程正式进入建设阶段，新建20座新场馆，改建修缮原有场馆13座，中轴路从鼓楼外大街延伸到北四环，并在北四环外新建了奥林匹克中心和亚运村。我们这个等于从这个84年开始，一直到90年，我们一直是这个为这个亚运会的建设在服务。尤其我呢，主要是负责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我们每天在工地上走来走去，原来都是菜地，都是农田。你想，就是我们就眼看着这个体育中心盖起来了，亚运村盖起来了，我们尽可能有的这个条件底下，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体育盛世，成为中国人展示自我、展示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在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心方面、民族自信心方面、民族凝聚力方面是非常有好处的。它的意义、它的价值，远远超于体育。我国著名运动员徐海峰高擎着火炬跑进了会场。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共6578人相聚在北京，规模超过了历届亚运会。사람들은 사실 굉장히 친절했어요. 뭐 옆 동네 사람인 것처럼 만리장성을 보인다 그래서 만리장성을 참 가봤는데 꿈에 그리던 만리장성을 가봤는데 너무 좋았고요. 또 그 천안문 우리가 TV 로 볼 때는 저 이렇게 사진만 모택동 주석인가 그 사진만 이렇게 보다가 제가 깜짝 놀랐고 야 중국이 참 크긴 크고 참 대단한 나라구나. 당시 우리도 香港都是港英時代啦，對香港運動員嚟講，可能好多都第一次去北京嘅，即係當時就我覺得開幕嗰日咧，就香港舉日唱咧，受到咁特別咧，就同一時間咧又好難得啦，中華台北入場，本地嘅觀眾咧就即係鼓掌啦，所以覺得亞運係超過呢個體育本身，係我諗。真係嗰陣時覺得，即係一家人嘅大團。通過北京亞運會，外部世界看見了中國的真實模樣，中國也開始快速融入世界。泰國曼谷，東南亞經濟最繁榮的大都市之一，在北京成功舉辦亞運會的同一年，曼谷。获得了承办1998年亚运会的资格。靠在北方买出来去了。溜哈罗比溜。要弄出来带包呢。不得出来个哈。来不来？48岁的帕彭江普亚，在泰国国家女子拳击队执教。他也曾站在拳击台上，用一记记又快又狠的出拳击倒对手。1996年，21岁的帕彭入选泰国国家拳击队。作为队伍中最年轻的选手，他希望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上为自己赢得一枚奖牌。但谁也没有料到，一记重拳。会在此时向泰国挥来。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的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谁也不确定曼谷第13届亚运会是否能够如期举行。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อยู่ในวิกฤตเศรษฐกิจจริงๆรัฐบาลไทยตอนนั้นตั้งใจจะไม่จัดรัฐบาลตอนนั้นจะว่าจะยอมแพ้แล้วแต่ว่าพอมารวมพอข้อประชุมก็บอกไม่ได้ถ้าไม่จัดนะฮะโอ้โหโอกาสที่จะฟื้นตัวน้อยมาก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น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โซนเอเชียด้วยกันเราก็จะขาดความเชื่อถือเชื่อมั่นลง此时，亚运会已经不单纯是体育赛事，也不仅仅是赚钱或赔钱的经济行为，它关系到泰国的形象，也关系到外界对泰国的信心。我咧就面对呢边片嘅地方。哦。ครับ ซึ่งตรงนี้เดี๋ยวเราจะเน้น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การกันซึมอย่างนี้ครับเพื่อไม่ให้เกิดการกันซึมใน。古拉瓦迪金达翁是一名资深建筑师，20世纪90年代。他所在的公司参与到了曼谷亚运会新场馆的修建中。这张图纸展示的是古拉瓦迪负责的可供7个竞赛项目使用的蒙通塔尼体育中心。Use the 5,000 square meter halls, break into 4 halls like this. But when we host the game, we will combine this one
and combine this one. So this is for the volleyball, this is for the gymnastics. This is what we adapt to the games. And after that, we need to install the partition.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building of this building did not go from the plan to reality. The Thai baht depreciated.建筑预算从1995年的25亿泰铢增加到1997年的33亿泰铢。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它的成本最终会上涨到多少。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经费，古拉瓦迪的团队只能将原来的设计缩减到了体育设施所需的最低限度。这是当时蒙通塔尼体育中心的拳击馆。Firstly, all the seatings. The seatings didn't exist, and then we just built the steps in concrete for people to sit. And the second one is all the, you know, soundproof acoustic wall which help reflect. At that time, we don't think we need that, so we just, you know, didn't make it.And the third one, of course, all the control room, so you can see. We have the shell, but we didn't build in all those equipments. And we have all the, you know, lighting grid here. At that time, we built just only the structure. In 1998, 10月，蒙通塔尼体育中心终于赶在曼谷亚运会开幕前的一个多月匆匆交付，而年轻的拳击运动员帕鹏也一路过关斩将，在这座简朴的新场馆中迎来了他期待已久的决战时刻。คู่ต่อสู้คาซัคเป็นคนที่ต่อยหนักต่อยเร็วแล้วก็คล่องตัวแต่ส่วนสูงเขาเสียเปรียบผมพอจุดเปลี่ยนคือจังหวะที่เขาจะเข้ามาไต่หมัดปัจจุบันออกหมัดพอดีพอมันบวกกันเนี่ยของเราถึงก่อนเรามาทราบผลจริงๆตอนที่ผู้ชี้ขาดยกมือชนะนะครับอันนั้นคือเสร็จแล้วสำเร็จ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1998年是帕彭江普纳的夺冠之年，更是亚运会的突围之年。大批运动员、教练员、记者和外国游客纷纷涌入泰国，旅游业创造了巨额外汇。曼谷亚运会帮助泰国经济走上了复苏之路。It's the hardest job I ever have hands on. It's a pressure of not just a building, but just taking the honor of the country on your shoulder. You have to fight till the end. So I remember that we never said we will not be able to do it. For our own project, we will not, you know, have that kind of things on our shoulder. Located in the Asian Pacific of Qatar, in the 20th century,一直是一个神秘的阿拉伯小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依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富足的国民热衷古老又悠闲的活动，在世界最好的阿拉伯马养殖场里，人们正津津有味地观赏一场选美比赛。只有骨架纤细、臀部健美、尾巴高耸的纯种阿拉伯马才具备赢得冠军的资质。然而，这里的明星却是一匹名叫马里布的蒙古马。他拥有豪华的单间房、专属的饲养员，显得格外尊贵。2006年，性格温驯的马里布
曾和一位身着白袍的王子一起惊艳了世界，让人感到十分的激动。2006年第15届亚运会来到多哈，这是亚运会诞生以来首次在阿拉伯国家举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最后一个。18岁的阿勒萨尼王子在开幕式上压轴出场。他和坐骑马里布的任务是冲向高达317米的斜坡，直达圣火台。تفاجأنا في قبل قبل الشعلة أن الحصان عثر ونزلت يده وصار سليب في قبل الشعلة كم خطوة. 当天，这个炎热的沙漠城市罕见地下起了雨。现场的特殊环境也与马里布此前6个月的集中训练迥然不同。احنا كنا نشاهد الحدث من بدايته كان متمرن.لمدة طويلة على أساس أنه يوصل أي حصان موجود أنه كمل الحصان مرة ثانية بالقوة نفسها إلى القمة إلى قمة الشعلة. 这里是闻名世界的多哈体育城，紧邻多哈亚运会的主场馆，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多功能体育馆阿斯拜尔体育中心和全球最先进的运动医学中心阿斯拜塔尔。事实上，为了多哈亚运会，卡塔尔投入的预算资金达到了28亿美元，其中一部分就用于多哈体育城的建立，这也是卡塔尔国家精英体育计划的一部分。If you go to anybody before the Asian Games and ask them about Qatar, most of them will not know even the place of Qatar, the location of Qatar.Today, if you ask anybody which countries ar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hey will mention to you, Qatar. Qatar, as a nation, maybe land is small, but they had a very good ambitious and national vision to make Doha is the hub for sport globally. The motto for Qatar too was expect amazing.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期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给世界带来惊喜。左手是刺拳，错开一点。你刺拳的时候，他脚有时候会动，打出去的时候啊，腰是直的，我马上就收回来。我甚至脚可能会有点离地，是不是？你头可以转过来，身子不要转过来。然后你要往前一点，因为我的摄像头在这里，你人再转一下。为了捕捉到最精准的动作，技术人员正在模拟拳击运动员出拳的方式。这些素材将用于杭州亚运会动态体育图标的设计。让静止的线条小人动起来，是杭州亚运会的创新。这个过了，它只是一个小图标动起来，所以在时间上面我们应该控制在4秒左右，或者是4秒以内，这样子保证它还是一个图标。越大的，右边近。体育图标是亚运会重要的视觉形象元素，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这61个小人活了起来，分别代表着这届亚运会的61个运动项目。国家和地区的人到一起的时候。我需要看一个图标，我就迅速明白了这是什么信息。图标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后面的设计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互联共享的这样一个精神，我想也是亚运精神之一。深植有互联网基因的杭州，也给即将举行的第19届亚运会打上了鲜明的科技烙印。这辆汽车看似普通，
却是由中国本土企业研发的智能驾驶汽车。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它将被投入使用，承担起运送各国运动员和体育官员往返于驻地与赛场的任务。其实对于整个智能驾驶来说，感知是非常重要或者说基础的一个环节，不管是道路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甚至天气，那这个东西首先必须是要准确的。那它准确了之后，我们基于这些所做的决策和控制，才能够是适应当时的这个环境，尽可能的和人的这个决策结果更接近一些。为了保证行驶的安全，科研人员要不断对车辆进行测试。MVP 激活，变道进行中。与此同时，与奥体中心体育场相距2公里的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也在紧张进行着另一项测试。综合训练馆里的赛事指挥部是杭州亚运会运行指挥体系的核心与枢纽，它就如同杭州亚运会的大脑，汇集了各个场馆的赛事信息、道路交通、气象数据、医疗报告等信息。MOC 一共是聚合了9张网、29个系统、38类数据。MOC 是一个大脑，场馆是各个器官，由大脑来控制各个器官。在这里，管理者不用亲自前往现场，也能够对比赛进行实时远程指挥和调度。几场比赛上位？70多场啊！他一场，他每一场比赛，短的1分钟，这个、多的4分钟。机位都是跟我们正赛，确定的机位是一致的吧？对。智能啊，也就是我们杭州亚运会筹办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智能助推了亚运会，反过来，亚运会的智能又推动了整个城市智慧化的建设。借助科技的力量，亚运会的筹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智能改变着体育本身，也改变着城市和人们的未来。亚洲是历史最悠久的大洲，同样是快速发展中的大洲。亚运会72年的历史，见证了亚洲的复兴和繁荣，也将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亚洲的信念和愿景。